想充电，等会没充的话，等会没法用了嘛。我想只能够充嘛，等会过水的时候还能拍嘛。他们在扎帐篷，从那边搬过来，刚搬过来，这就是老式的那种牦牛毛的帐篷。你一个有，就一个，两个没有。现在把这个晒的，这个哪个？再把这个。看得见吗？青蛙几只？俺这种个子。啊，可以吗？要不多少呗？这些，他们两个都是原来住在这里的，现在嫁人了。各种那种叫老下子是给你老那个啥啥啥啥都压的对不对压的都17、18岁了毕业了没有在读高中儿子读高中两个读高中嘛对不对两个高中一个大学大学在哪里读嘛在兰州兰州我这次去了兰州我从西安兰州来了兰州还可以就是跟内地不太一样这是城市很大的去过没有没去过我只去过格尔木格尔木不行格尔木去过悉尼去过再没去过了那格尔木他们那边跟这里差不多了就是你的名字叫什么吗这个我们当初说那个凿路工凿路工凿路工是有什么意思吗凿路就是放那个耕牛的这边是放耕牛耕牛知道吧耕地的那个这边是放马叫当龙这个叫凿路这个叫那个森林大主这个山叫森林大主这个山这个山叫森林大主就是这边叫那边叫五个公就那个红色那边叫白毛这个叫阿哥毛地他只有一个眼睛这也是神山嘛神山这个山是女人女山哪个是这个这个叫宅帽宅帽
叫我去那练腿去了，叫我们这打这个皮。从家，他把他那鸡把从家的那个手指头，啊，就他，我靠，他这个手劈出来了，他都烂掉了。 你看你跑得太快了嘛，前面那个车拖得太快了嘛，一下子撞到我的车上，我车没让你们赔啊，我跟你说，是厂家的手不行了，是不是？ 车我无关无所谓嘛，对不对？车子全撞坏了嘛。厂家的手如果不给他要的话，那就劈叉了了，手没有了了。现在没事了，我给他要了的，知道吗？最好不抽嘛，是吧？我冷的时候抽。 真的是个臭。人，人家睡着的时候，俺起来了。我呀，没睡着的时候，我没睡着，在帐篷。那个女的过来了。这个也。专门的，脸子都是谁下线？脸这么大，头发这样。就这么近，到现在。真的假的？真的过来了。我妈这样叫了，再我有个兄弟叫彭斌嘛，周书记，他对子。 他说看到了什么什么，在那跪，不在了。小姐咋的的？是一般的，头发都是红的。脸这么大，眼睛都这么。是不是？嗯。 这个真的，那不是那家么该都家的，不是，房子不是他家的，房子房房人都是天了，早上。